你是不是疯了？搞外遇搞上瘾了吗？不要胡说八道！你老实回答我，你忘不了我老公吗？没错，我忘不了你老公。这是什么？我的天哪，他怎么能跟前妻做那种事？请你道歉，不然我们就要把幼罗带回美国了，投资的事也全部取消。这是抚养权变更同意书，我希望你能签名。你要拿走抚养权是吗？这都是为了舒俊好，舒俊的爸，拜托你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黄金面具，东森戏剧40台。